7月7日，由内蒙古赤峰市文化和旅游局主办的赤峰文旅推介会在沪成功举办，吸引了160多名业界人士参加。赤峰市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杨光和全国工商联旅游业商会大运河文旅产业委员会秘书长张红出席并致辞。活动上，赤峰市文化和旅游局与携程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推介会现场还举办了赤峰味道主题特产食品及文创产品展览，让上海游客了解赤峰的白酒、小米、牛肉干、饮料、奶食品等草原特产。赤峰文旅推介人易阳做了赤峰市旅游的整体推介，深情并茂地把赤峰的神奇与美丽介绍给了与会嘉宾。克什克腾旗文旅推介人海琳娜把克特克什旗的五大景区以及赤峰市多条旅游线路做了详细的介绍，吃住行游购于各方面娓娓道来，令人对草原之行更加向往。据介绍，赤峰文旅万里行活动已历时一个多月，行程4000多公里，至今已经在长春市、哈尔滨市、沈阳市、天津市、济南市、南京市、上海市成功举办了7场大型赤峰文旅推介会，并将于7月14日在杭州举办全国第8场推介会。